我天！最近官方有个活动叫"最美家乡菜"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拿手好菜——猪肉钩鸡。这是在超市，我们附近小超市买了一个小鸡，把咱们的小鸡啊，先给它剁一下。我们先把这个鸡腿给它卸下来。小绝绝，小脚丫给剁下来。咱们把这个小鸡脖给它剁下来，大刀斩乱麻，还有它的小鸡头，哎呀，这个啊，又是老板给我留的精品五花啊。对，因为我经常去啊，所以说他这一直给我备着呢，我不买也不合适。先把猪毛撩撩，我把这些五花，这精品五花也不太瘦啊，咱把这些五花给它切成小块，接下来咱们切点葱末，然后切成这种小葱花，咱们准备一块姜，然后给它切成小末，然后来点辣椒面、生抽、姜面、大料麦尔来两勺，再来一勺花椒面，一点点陈醋。咱们先把锅烧热啊，热锅凉油啊，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从热锅凉油不粘锅，然后把五花下到锅中，咱们把五花简单煸炒一下。咱们的五花简单煸炒以后啊，煸炒出一部分油脂啊，我天，油脂正经不少，这玩意儿还真是挺出油的。接下来咱们把切好的鸡块下到锅中，咱们把里边的油脂啊给它舀出来一部分，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调料啊给它下到锅中，然后盖盖焖上30秒钟，然后小火给它为了给它们上色啊，稍微来点老抽，再次煸炒一下，然后来点热水，然后咱们来点盐、蚝油，盖盖，咱们小火给它炖上20分钟啊。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再来点这个红薯粉条，盖盖，再给它炖上12分钟。我天，超级完美啊！我发现这个红薯粉条啊，它味道它是特别筋道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！我天，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，来块这个五花，说实话，今天
盐多少有点重啊。好像有点咸了，但是不严重。就这小鸡腿啊，就问你迷不迷糊啊？完美，咱们这个性感的小五花啊，来上一颗。Oh my god， 这色儿，说实话今天差点意思啊，没有炒糖色，就是不够红亮。嗯，哇，看，你看很解腻啊。再来上一小块儿，这又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咱们再来上一颗小鸡腿。来点烂盐菜，今天最后啊出场的就是灵魂粉条，那块鸡肉啊，
这鸡肉味道恰到好处。